风貌多变的上海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元素及美食，其中咖咖奥咖啡厅就是一间广受时下年轻人喜爱的韩式咖啡馆。两层式的阁楼建筑采直朴的北欧风格，玻璃落地窗大量引进温暖的自然光，将整个用餐空间点亮，并结合绿色生态概念，利用枯树枝来创作室内装饰，令人感到放松舒适，独具巧思。店内还提供许多特色饮品、甜点和轻食，其中奶香浓厚的拿铁和用料丰富、温热松软的冰淇淋松饼，不仅是热门推荐，也是享受悠闲时光的绝妙搭配，快来好好的品尝一番吧。